今天小黎可以免写作业，剩下的同学把昨天的作业全重写一遍。他写的有那么好吗？肯定是老师偏心。我才不会告诉你，都是因为我有宝贝。这几样书桌好物让老师越来越喜欢你，学习成绩 up up。 一，漆面印章，自带七种学习常用的格子，轻轻按一下，用它给试卷改错或课后练习都十分方便，工工整整，老师狠狠夸。二，彩纸神器，做手工时只需要把纸放进去，然后推一下，纸张就可以裁得很整齐，可以随意调整纸张大小，而且很安全，不会划手哦。三，边角夹，做作业时夹住书角，书角不会卷边，看书时夹住，书页就不会乱跑啦。还可以夹作业本，夹试卷，用完一学期，书本作业还跟崭新的一样。四，迷你打印机，巴掌大小，打印公式，打印错题，打印课程表，通通没问题，将刷到的词汇名言通通打印出来，收集起来贴在本子上，随时翻看，而且整齐又方便。学习的时候我还会用这个冷热杯垫，在家也能实现饮品自由，夏天急速冰镇饮料，冬天热奶茶和可可，用玻璃杯直接热也很安全哦。啊，在我家写作业也太幸福了吧。